旧钢城南四环肖孙桥向南800米。 今天的盼，今天当中，我永远记住今年的秋天。我更爱生活，更爱这个秋天。日子好点儿，就是精神上的，生活节奏快，精神压力大啊。就是你没有知识，就很难在这种社会撑住。 感觉这种挺自由的，最喜欢自由。哎，反正跟我小时候比，当然吃的好了，穿的也没问题了。但是我觉得挺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。小时候他都差不多，大家都那样。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，我觉得小时候的北京吧，北京城里边啊，你我感觉就是那个像景山吧，那边两边的路，还有那鼓楼那边是吧？ 小时候城里边基本是这个样子哈，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路，老城区扒的差不多了。看天空抱着地球。